我真不知道啊，我。您就让我瞎掰，我也掰不出来半句。这么伺候少爷，竟然把人给我弄丢了，陆家养你还有什么用啊？您这不赶我走，要打要罚由您。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辙了？你到底说不说？阿贵，我看你还是照实说了好，免得皮肉受苦。不是，太太，太太，冤枉！您就是给我十个脑袋，我也不敢骗您的。好，我就看你有几个脑袋。来人呐！太太，少爷回来了。哎呀，少爷，您可回来了！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一晚上都没回来，你到哪儿去了？你爹不在家，家里的事已经够我忙的了，还要为你操心。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？少爷，太太为了你担心了一晚上，一直没睡好觉。妈，对不起。别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告诉我一晚上到哪儿去了。我，哎，少爷，你怎么一身泥啊？我昨天被大雨困在山上，不小心滑了一跤，所以。你跑到山上去干什么？就你一个人呢？不，我和云儿在一起。你和他？你们两个一晚上？请妈恕罪，孩儿已经跟云儿互定终身了。互定终身？什么意思？难道？怎么那么糊涂啊你？不，我非常清醒，我爱的人是云儿，我要跟云儿成亲。我不答应。妈，我们陆家绝不可以娶一个江湖郎中的女儿做媳妇。妈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您怎么还有门户之见啊？我跟云儿是真心相爱的，求妈成全。不可能，如果现在能答应你，当初我就不会让她坐圆轿回去，死了这条心吧你。妈，云儿通情达理，善解人意，她会是个好妻子的。妈，我跟云儿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所以我必须要负担起这个责任，就算失去陆家大少爷的身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你为了一个女人跟妈说这种话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说，但我真的喜欢云儿，我求你了。你不用再说了，你就是跪上一辈子我也不答应你。妈，妈，少爷，起来呀，起来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跟云儿交代啊？你是喜欢我的，你是喜欢我的，对吗？云儿，云儿。怎么这么大的烟呢？啊妈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着火了，着火了！哎呀，快打！哎呀，妈，你先出去，快来！你看看你啊，你看看你，差点把房子给烧掉。妈，对不起啊，我，你是不是还想着陆家少爷？哎呀，也不知道他是真心的，还是在敷衍咱们。女人不比男人，男人可以到处留情，
而女人呢，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呢、啊、妈，你在说什么吗？陆少爷是个正人君子，就算你不信他，可是我是你的女儿啊，总不能不相信我吧。妈愿意相信你，可这种事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陆家会怎么看你，万一他们不答应这桩婚事呢？哼，不答应就算了，反正我跟陆少爷也是清白的，他本来就没有义务娶我。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，韵儿，现在没外人，告诉妈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陆家少爷了？妈，你怎么这样问人家吗？怎么了，妈？难道你不喜欢陆少爷啊？妈喜不喜欢并不重要，只要你幸福，妈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可就是不知道你跟陆少爷有没有这个缘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要给你爹送饭去了。嗯，菜洗了吗？来得正好，铺子交给你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陆家呀。哎呀，你可别乱来啊。我乱来？哎，咱家的女儿可都让人家给耍了，你还要忍气吞声啊？哎呀，我也急着呢，可是婚姻大事向来是男方来提亲，哪有女方上门的。哎，允儿怕事爱上陆家少爷了。哎哎，那更得趁热打铁了。可陆家是宁城首富啊。怎么了啊？这难道咱们就得矮人家一截吗？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得了。孩子他妈，你要知道啊，当初说上门提亲的是他陆浩中啊，这不闻不问的还是他陆浩中。我说咱们凭什么就让他这么糊弄咱呢？不行，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，今儿个不把他陆家啊给弄得鸡犬不宁，老子就不姓这个橙子。哼、啊、哎，孩子他爹，他爹。你是？哎，我就是贵府新娶新娘子的爹，上回虽说原教回去了，现在又原教回来了。哦，哎，这事儿我怎么没听说呀？叫你们陆少爷出来。我们家少爷不见客。怎么着？你们家少爷如果不见我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你别拦着我啊！哎哎哎，你不能进去！放开我！哎哎，放不能进去！放开我！太太关照过，闲杂人员一律不准进。你这门房怎么看的？我拦都拦不住他。我让开，让开，进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别拦着我！怎么回事啊？大呼小叫的！太太，对不起，惊动您了。啊！放开！哎哎！哦，原来您就是陆夫人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！失敬，失敬。钱管事，陆家什么时候成了大杂院了？什么人都进得来？啊，回太太的话，他就是冒充谷家小姐那丫头的爹。没错，我就是云儿的爹。你女儿已经原教送回了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钱管事，送客。等等，走，你把陆浩中叫出来，让他把话说清楚，我立马走人。钱管事，跟我走。走啊！都别动啊！你们谁敢动我一根毫毛，啊？等我走出陆家大门，我就把陆浩中的丑事我全都抖了出来。哎，别动啊，你别动，怎么样？
们是让我留下来好好说道说道啊，还是让我立马走人呢？